像选择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团体会上来跟妈祖婆请安。那忽然间妈祖婆一靠近的时候，我完全就是太感动了，是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就那种感觉就好像妈祖婆在讲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这几年所做的，你们所做的，他都有在看呢。”刚刚我们想说，我们只是义务团，每次看到神教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双手合掌跟妈祖，妈祖说希望他保佑所有信众的平安。那我们每一次呢，就在这一个车辆选择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团体会下来跟妈祖婆请安。那忽然间妈祖婆一靠近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就是太感动了，是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就那种感觉就好像妈祖婆在讲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这几年所做的，你们所做的，他都有在看呢。”家属大家可以照顾自己的安全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被影响、被染疫或什么之类的，我们只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。那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，我只能说，非常谢谢白沙屯妈祖为团队带来这么大的鼓励。因为一路来，所有团员他们都是默默的把这些事情做好。谢谢。最近天气炎热，记得要多补充水分，防疫措施也要做好哦。恭喜医疗团，恭喜你。